提毛子、紫鹅饭、辣辣龙胆、猫扑疙瘩，鲜甜的海鲜。对，这个就是。切点葱花，新鲜的山东红壳扇贝，洗个十几个。锅里放入热水，加点料酒，水开了放入扇贝，焯一下水。这是海鲜最简单的做法，大概50秒左右，壳全部开了就好了。倒出沥干水，挖开扇贝放入盘里，倒一勺白灼汁，非常简单的调味，均匀的撒在扇贝上面。这就是类似酒店的葱油汁了，口味蛮适合我们宁波人的口味。再撒上葱花，再撒点现磨的白胡椒粉，小锅里放入油加热，烧热后均匀的浇淋在扇贝上。你喜欢的话还可以放点蒜泥和小红椒来增加风味。我们宁波人做海鲜就是非常的简单，您喜欢吗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赞！太尴尬了，好吃，鲜甜的海鲜，对。